猫猫别哭，喵星人因洋葱流泪，太萌了，网友无法招架。马来西亚的一位推特用户 Diana Aziz 分享了一个超萌的影片，他家的猫咪因为他切洋葱而哭了。这段影片在推特上被转贴了24000次，获得了18000个赞。这只名叫做 Meme 的喵星人，在主人 Diana 切洋葱时就坐在砧板旁边。然而，洋葱刺鼻的味道让 Meme 眼睛呆滞，接着眼泪就掉下来了。你们看看，乡民们，你们也是猫奴吗？是的话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家猫主子的趣事吧。